来吃啊。哎，你可真是奴才的再生父母，奴才为您赴汤蹈火，一定在所不辞。你以为平王爷是谁呀？啊，在大明朝还没有平王爷摆不平的事情呢。不能这样说，凡事啊不能掉以轻心啊。嗯嗯，少王爷那个痒痒挠啊，不是吃素的。嗯，怀根呐，这事儿你可不能耽搁了，赶紧把你藏的那些货速速送走，交到冷如冰那里，本王才能放心呐。小的就得去办。事情啊，一定要办得严实一点，也就今明两天的时间了。所以啊，你等风声过去之后，就立刻动身。嗯。哎，来，别老这么站着呀！来，坐坐坐坐。我，本王请你喝杯酒。我，你在牢里受苦了啊，也算给你接风洗尘啊！来来来，王爷大恩大德，小的铭记在心。哎，王爷，奴才有要事禀报。啊？那王爷，我跟怀根就先回避一下。反正在大兴县我也回避习惯了，再回避几次也没什么嘛。啊，走走走，坐下，都给我坐下。说什么呢？啊？哎呀呀，回避什么呀？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就是瞒我的亲娘老子，也不能瞒你们呐。哎，说说，这都不是外人，说。王爷，恕奴才直言，这次你老人家怕是上了朔王爷和冯青云的当了。喂，混账，怎么可以跟王爷说这种话呢？没关系，让他往下说。刚才奴才带着东厂的人想去解决那傻三儿，可谁知道那傻三儿让冯青云给转到官牢里去了，而且看押的人都是刘继光的人马，咱们的人根本就无法靠近呢。我说呢，傻三儿的斩刑怎么判得这么容易啊？朔王爷这个老狐狸早有谋算呢。高大人，你说说他这是冲谁来的呀？依下观看嘛，他是要跟王爷您斗法呀。招我！说的一点也不错。刘爱，你找那些好玩的地方啊，陪着咱们怀根兄弟玩玩，他在牢里受苦了，带他出去玩玩。是王爷，带他出去玩玩啊。谢王爷，谢王爷。这事儿刚刚开头啊。王爷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本王现在就是千方百计也要让朔王爷乐上一乐呀。牛怀根去了大红门了。牛怀根已经回到大红门自己的府中了。王爷，奴才觉得这牛怀根放的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？我就没让他活着出来，可是他命大，居然出来了。哼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奴才是说，会不会是朔二爷在捣什么鬼啊？他耍花招实在是雕虫小技。我心中有数。哎呀，今儿天不错，本王这就去催朔二爷了。王爷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哎，
二位真是好雅兴啊，都到这时候了，您居然还乐得起来。那个傻丫头已经被你们问了斩了，你应该在家里头高兴啊，跑到本王府来干什么？来气本王了吗？乔王爷说的。小王啊，主要是看寿王爷闲云野鹤仙人一般的，本王特来蹭蹭仙气儿。看过我这样的神仙没有？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赶紧走，免得在本王面前碍本王的眼。别，寿王爷，小王备了轿马，特意来提醒寿王爷，是不是该回京面圣了？寿王爷可是答应过本王的，案子审完了，您就跟我一同回京啊。谁说案子审完了？你说审完了就审完了吗？依本王看，这案子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您在堂上明明看见小王断的案呢。现在看起来啊，寿王爷还是不给小王一点点面子喽。给。本王凭什么给你面子？本王今儿就给你一句爽气的话，你在本王面前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呀，本王有先皇御赐的痒痒挠，可以把昏君都打下台喽。痒痒挠可以戳破天。你一个小小外姓王爷，整天没事缠着本王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招打你！好，寿王爷，你居然敢这样说话！好，打今儿起，你我这脸皮可就算撕开了，以后小王行事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。本王等着你呢。告辞，就告辞吧。愣着干什么？都告辞了。大奎啊，你说平王他今儿来找我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肚子里的臭杂碎？我在笑他。二爷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在笑他们这窝兔子该往外蹦了。我在估算着，他们那帮人的坏水得往外鼓了。二爷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只要能让三妹洗清尘冤，你让我做什么事儿都可以。好，你去帮我把刘奇光大人手下的七官带找来，我有事儿吩咐他。好。